深色从4米4、6米7、7米9到9米1这一层，层高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那个地方，它从化纤是最好的。因为我的水壶是最近的问题，刚好知道。对，就讲这个问题。大法的在这两面墙展示都不错，那个圈层秩序就摆在这儿最大的。对，然后这面墙稍微小一点，像这个位置。再摆两个小的位置，大的就够大了。对。我本来想的是两个立场，后来发现不行，那就把它放到最后面。对，这个高度就是比较合适。这两个、这三个差不多吧？高度是一样的，你看都是9米1。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展厅，这是三个展厅最大的位置。对，高度应该最高，就是展厅的高度，是最高的一个位置。这是把它往这儿照的。对，三个展厅放到这。这个地方一半吗？这个是不是比咱们进的那个口要大呀？这个门儿，你看它那个双开门比那个门大。高的一个层高是在6米9，是在这面墙。知道啊。所以我们之前也展过比较大的，就是这面墙展大多，然后这两个也展。以前有一个水墨画展，就是展到湖广他的家的巨画，那这个挺展的，都挺大的。我知道，三层这个地方是让人开眼的地方，就是一出门震的。对。所以这个地方一般放就是比较屌的。我已经想好这个这次我也买了，上次那个谁的有一个脊柱那个就好，也是有紧张的，就他那一次做的就是脊椎骨那个也是找也非常大一块，就在这是他作品吗？这也是啊，你认识张栋吗？我不认识啊，就这个厅的是可能就是我们一般，比方特别大的作品，从这个电梯是上不来的，超过那个电梯的高度宽度就上不来了，就是从这个门过去。对，就是你看是刚一进在那里。所以这是结尾。对。啊，这最后一张作品要放在这儿是吧？可以。我都报了，啊，报这个也挺重要的。对，这边的墙有两面是石墙，这上面应该有标注是之前。我们多数的墙面是那个，就是里面专门做的挂画的那种，是什么板、木板之类的，就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厅里面有两面，一面墙是石墙的，是石墙的，就是可以挂重的。对，就是石墙，是特别。没事没事，我不是很重。你说很重吗？我还行。然后就转了一圈，哦，转了一圈，果然这个就是结尾，没错。对，然后从这儿。你可以就直接下到二层，或者是我们在那边。走吧。这一大圈下来是整个展。对，然后我们不是还没看一层吗？一层我这边。我这边有点快啊，你把。我说你走路要平，挺胸。对，有时候感觉。背有点驼背。待会儿一直录到这个场馆的名字啊。结束一个比较好的镜头，去我们家玩，就在底下那个影子里玩，那个灯挂上一个月，就是全是亮的，就我们家是亮的。
虽然电费我妈天天说这事儿，但是我爸还是要做，这导致后来我每年回家大学的时候，我是买了一个烟花最多，十周年的时候，我是买了一把卡车的那个烟花，从我们家门口一直摆到他的坟墓那里去，放过去。理解力啊，慢慢的就都会回到童年，回到小时候那个记忆里去。对，所以我刚才讲的，你作品虽然是有深度的，是和这种平面化的所谓潮艺术是不一样的。嗯嗯。所以我就想回到这个展览的这个设计，整体的这个展览设计，我们可能都得围绕这种线索。嗯。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它除了你的作品本身，这肯定是一个主体了。但是呢，就是作品怎么摆，然后通过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所构建的这么一个语境，它肯定是以你作品为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设计的好呢，它这个语境本身，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叙事性，或者它有它的一种这个关联性。嗯。我在迪拜的时候，我甚至有个想法是，因为我看那个照片里面的一层到二层这个距离是走的嘛，我本来想的是，我会把我所有的这个，从最早期的画到后期的画，慢慢的从，就早期的可以摆一个小画，中期的稍微大一点，一直摆到最后我是巨大的。我们这个馆呢，就设计的有点尴尬，啊，原来设计呢是从湖边上这个门进来，啊，然后呢。那个你刚才一楼去了吧？嗯，对吧、啊、原来呢这个一楼是贯通的，然后到二楼三楼，它是这么一个参观路线。嗯，但是这个湖边上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院呢停不了几辆车，然后人找过来呢也不好找，就是你们刚才过来的那个坡道呢是在原来的设计里面没有，因为后来呢就把那边作为一个主入口，这样这个一层呢和二层呢就我们原来那个做过一些整个三层都用的这样的一些展览也做过，就各展。嗯，那么就是，这个你刚才想的那个感觉啊，就很难实现。啊，对，我后来发现我画也不够，小时候画没了，找不到这样的场景，只能找一些文字，我当时的日记呀。嗯，那你这两天如果翻翻，如果要有的话呢，也那个都很好，都可以。行，对，拿过来用。好、啊，就特别符合你刚才就是讲了这个雨花那个小屋这个线索。嗯嗯。所以一开始呢，你当时说了好几个这个展览题目，我还是比较喜欢雨花小屋的。行。所以你今天刚才讲这些呢，我觉得就更加这个就更加明确，我觉得还是这个名字好。嗯。啊，包括我们展览的设计，我刚才讲，反正都围绕这个线索来展开。三重门太空了，我去。三重门就感觉到呢，就用在谁身上都可以。啊，没错。而且还有超韩寒的嫌疑。吴老师，到时候我师母也会来。跟他说这事儿，啊，嗯，我学院最帅的老师，就是，对我对那个现代艺术其实原来不太，因为中国那个大学里的教学，对于当代艺术的教课非常弱，对，大家都不知道，很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明白当代艺术到底是啥，他们最多到现代艺术那些，对你们来讲啊，也是一个相当于挺幸运的事情啊，就你在大学期间有几个老师在从事当代艺术这个创作。嗯，他会通过他们的创作来影响你，对，这更重要，和在外地上学不一样的。嗯嗯，对吧？你北京上学呢，至少如果你自己对这个不是刻意的那种那个排斥的话呢，星期天经常去七里瓜去看看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格。我第一次在做展览是2008年，2008年那一年发生就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我父亲去世，就是汶川地震之后的第二周去世的，就打击很大。第二个是奥运会志愿者，我是去鸟巢画国旗的人。您从电视上看见的那个所有的脸上那个国旗，只要是鸟巢的人，都是我画的。因为去那儿当志愿者的只有我一个人，别人都不敢去。然后呢，所有游客的脸上那个国旗，中国国旗都是我画的。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有那个传播到媒体上的作品，只是大家都不知道是我的。后来那个有一个河北的媒体报道，那是报道名字是国旗彩绘师，后来我写到简历里去了。然后到了10月的时候呢，我跟我同班几个同学赵金义、李倩，那个孙秋晨，我们四个人做了一个四个人的联展，学校还很慷慨的给了我们2周，不要钱。我第一次全程的跟了一个展览，就是怎么设计的，怎么印海报，怎么发作品，怎么装外框，怎么结束，怎么请人。孙志军老师啊，还有那个刘红熙老师当时都去了，就是很支持我们做。虽然我那时候画的是真差，我现在看。那批作品是画的星云，就是那个宇宙的星云，后来被一个山东的水利局的人啊全部买走了，很便宜，就赚2万块钱，其实我都买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做这种展览，啊，开始意识到展览是怎么回事。我们还自己出钱印了100多张海报，酒吧送装到处乱贴，根本没人来。就是那时候初出茅庐，不知道这个展览到底该怎么做，也不会请人，就贴海报。就是现在海报还留了几张。但是你开放式肯定也会请一些厂家过来吧？我会把我所有的重要的 VIP 厂家，都。我甚至想做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开幕式啊，不是给大众的，是给所有的 VIP 参加的。如果我能请来的话，我最后看看多少人，比如或者晚上怎么做一个晚宴，就是他们来先看一个提前展，如果他们能把画定了，就直接贴个红点，然后呢第二天或者过一周我们再开那个大众的开幕式。你需要这样的你看？也可以，但孙涛呢，他毕竟不像七九八。就那个闲杂人员，就来的也基本上都是艺术家举行，啊，就是除了你要特别请的人之外，反正你看吧，要是如果提前做一场也行。我看看吧，我刚才我联系啊，如果比如30个人有，我们就先做一场，如果人很少10几个，那我们就合起来做，好吧？这样的话好一点过去。对，行，因为北京的很多藏家已经表示要来了。包括有我上个月有一个人买了我快20张画，我说你家可以做一个刘兴路分馆场馆来，我说要是画不够的话，他全拿过来，就在这儿展。我在北京待着的时候啊，是上海人买我画比较多，我去了迪拜之后啊，是北京人买我画比较多，就是他都是这样，他买另外一个城市的。因为未来我要去纽约，可能迪拜的时候看什么。而且安娜的上的藏家比较多比较杂，全国各地都有，广州的、香港的。什么摩根大通的，哇，你都想不到，最早我买我画的是一个西北的开窑厂的一个女老板，10000块钱买了一张我觉得画的不好的画，这次以后我要邮她一张更好的。那是我第一次在 Art 上过万，就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疫情刚刚开始，我这边就开始卖画，我那边的学校也废了，正好哎，那我就安下心来画画吧，就开始就把这一堆画全画出来，然后越画越多，那卖的也越来越好。就是慢慢就这样起来的，所以我的大多数藏家其实来自于安娜的，包括这次展览，我最初的目的，就是说我要给我的藏家们一个交代，说这3年我都干嘛了，我的巨型的画展览是什么样。后来我慢慢的思考，就是既然我费了这么大力气，就是这么好的场馆能找到文献馆，那我就我的目的可以更大一点，就是把这个自己的定位啊更明确化，就是去潮流，走当代，更好的目的的话，就是这次展览完之后，我可以进一些好的拍卖行。对对，就走这个明确的当代艺术家的道路。骗人！几件没见了，十件了我有。这个就是正框是吧？对。传说中兢兢业业的，兢兢业业的摄影师出现了。他俩是可以对起来的，但是太大了，我就对不上。对，这边大，这边呢可以小。看那张。啊啊啊！咱们家大枣树，看到？嗯。哦，咱夹起来了。翻过来。完全。
完全，对对对对对对。啊，拿手机。